牛，快看！怎么黑风军队又再次集合了？他们要进攻了吗？大牛，我们赶快先回去报告吧。终于发现了吧？光明使者分三个等级，初级是流星使者，中级是月亮使者，高级是太阳使者。这个等级名称就是光明使者不同层次的比喻，也就是说，初级修炼的成就好像流星的光芒，虽然能破出一定的黑暗，但力量很微弱，其他的以此类推。长老是不是练到终极的月光使者了？我没想到黑暗传奇会在黑风手里，否则我会在修炼上多用点精力。长老，司马将军来了，已到皇宫，说有要事禀报。司马将军回来了？一定有事，我们走。前线需要补充兵员是吗？我可以调给你50万禁卫军。暂时还不用，我们先搞清他们的目的再说。也好。陛下，老臣参见陛下。长老、公主，你们好。将军好。将军亲自来，想必有紧急军情。今天早上蓦然发现流星河对岸出现了大量黑风国的军舰，到底有多大规模？很多，好像出动了全国的兵力。一定是黑风上次失败，恼羞成怒了。上次失败，怎么回事啊？上次冷心两次潜入城中，想偷无忧的封印，又给陛下下毒，结果被我们发现了。我们追到流星河时，黑风来接应，打了一仗，黑风被打败了。以前黑风被打败过，也没见他这样啊。当时黑风施展魔法，我们都无力抵抗，关键时刻无忧的封印打开了，凭借着封印的力量才将黑风击败。我想他一定是惧怕了陛下幽兰，想在最后一块封印打开之前征服陛下国。原来是这样，那长老怎么看？这回黑风是来决战的？他们目前是什么情况？黑风国的军队还在有条不紊的集结，正在准备过河。不管怎么样，我们要做好准备。长老说的有道理，我马上回去组织部队做好准备。食物和兵员我会在短时间内准备好。如果黑风真是来拼命的，我希望长老前来助阵，帮我们对付黑风的魔法。好，我一定会去。无忧和君宝也练习了一些魔法，也可以助阵。太好了，我们又可以痛快地打一仗了。长老，无忧虽然有封印做保护，但万一有什么闪失就麻烦了。母亲，如果司马将军他们被黑风打败，就算我在这里很安全，可是这又有什么用呢？陛下，无忧说得对，只有先打败黑风国的进攻，我们才有时间去计划未来啊。好吧，那大家全力以赴吧。是，陛下。军师，这回搞这么大的动静，可不能再白折腾了。陛下，只要您能制住无忧，我敢保证这回绝对成功。吉沙国那儿不会出问题吧？这回只是让他们派人到陛下国下请柬，又不是让他们出血。再说了，吉沙国就是一个没脑子的胆小鬼，绝对会遵照咱们的意思，陛下绝对可以放心。要是再不成功的话，我干脆退休算了。啊，陛下，您说什么？退休？是啊，跟陛下国较量了这么长时间，除了损兵折将，什么好处也没有捞到。这回再失败，黑风国就举国迁徙，到别处找些软骨头算了。陛下，这可不是您的风格呀！就算我们凭计谋赢不了陛下国，可我们还有大军，冲过去硬拼也不见得输啊！拼光了老本，对我有什么好处？行了，废话少说，什么时候出发呀？明天早上走就行。吉沙国的使团今晚才能到达陛下国，无忧他们最早也要明天上午才能出发呢。就这么办。此战我总觉得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。难道是我们的问题？不是，黑风虽然脾气暴躁，但是冷心的话还是管用的。可是怪就怪在这里，这次黑风出兵有些琢磨不透啊。好了，既然猜不出原因，就先不管了，怎么也要应对一下。大春，集合50万禁卫军，然后和君宝无忧跟我去流星河。是。默然在王城留守。是。你们去准备吧，君宝无忧留下，我还有话说。是。是。Thank you.
关注，你们是什么人？我们是吉沙国使团，请麻烦通报一声。好的，请稍等，我这就去给你们通报。长老，您不用嘱咐，我会小心的。有我呢，我会随时保护他的。算了吧，你别让我保护你就行了。还闹，都什么时候了？该。我想说的是，你们要保护好最后那个封印。封印一直都是君宝替我保管着。封印不是一直在你身上吗？上次冷心来偷封印的时候，我怕丢了，所以就拿出来让君宝看着。这回要打仗，要不我们把这个封印留下？不，还是带着吧。知道了。封印总是在意想不到的时候打开，还是君宝带着吧，以防万一。是，长老。是。长老，有消息。你怎么又回来了？吉沙国使团刚刚到了。他们这个时候来干什么？陛下，自从上回我们国王接触了三公主，对无忧公主智慧与品行十分赞赏，过几日就是我们国王的寿辰，特派我来邀请无忧公主出席。我对贵国国王的盛情表示感谢，但目前黑风国大军压境，我们正在准备，恐怕无忧也要上前线呀。黑风国要和陛下国打仗了，真是没想到。不过还是希望陛下能答应，用不了几天无忧公主就会回来的。要不这样，无双无上出席，你看怎么样啊？陛下，无忧公主上次到我国借粮的事情全国都知道。如果贵国需要，我们可以马上把粮食还给贵国。我的意思是，我们吉沙国对无忧公主已经人人皆知，这回国王邀请无忧公主参加宴会也是举国期盼，公主不来我们很失望啊。那这样吧，我再和长老商量一下，你先下去休息吧。是，陛下。吉沙国王的生日真是时候啊。母亲，我不去。那个吉沙国王一直都是口是心非，上回他们根本就不想给我们食物，我和君宝想办法运回了食物，他没给气死就不错了，怎么会让我们去给他祝寿呢？就是那个国王不是个好东西。国家之间的事情可不是由我们个人好恶决定的。那么长老，您的意思是？不管他们心里是怎么想的，毕竟在关键时刻援助了我们。吉沙国是我们周边唯一可以交往的蚂蚁王国了。我的意思是，还是去一趟比较好，这个时候最好不要再出麻烦。长老说的有道理，无忧，我看你还是去一趟吧。我不去，我要去打黑风嘛。无忧，出使吉沙国和去打黑风一样重要。那您看谁和无忧一起去比较合适呢？我看还是派大锤去吧，君宝和我上前线帮助司马将军。我就想去打仗。也就是去吃顿饭。放心吧，没几天就回来了，谁稀罕他们的破饭呀。真要是打起来了，你肯定能赶上的。不行，我得找长老去。长老现在忙着呢。再说皇后她也同意了。我找长老不是因为这个事儿。那是什么事儿？你别管，反正这回你也不跟我去。长老，我有个请求。什么？去吉沙国的话得答应我个条件。长老。无忧，你不用这么生气呀。无忧，你是不是想让君宝和你一起去啊？我才不稀罕和他一起去呢，我要带大牛去。你要飞着去啊？那使团怎么办？我要快去快回，这样也许能赶上打仗，让使团的人自己去溜达吧。好吧，让大牛带你和大锤去吧。谢谢长老。这个无忧啊。感谢陛下和长老的照顾，使我此行顺利地完成使命。哪里，我们是友邦，待陛下和我问候大王，这次就不能给他去祝寿了。时间已经不早了，我们快走吧。长老再见。路上小心。公主。这
们先走了。这，别担心，无忧公主也非常想念你们大王，所以先走了。哦，是这样啊。大锤，但愿我们还能赶上。真想有一天指挥着我的军队杀过流星河，痛痛快快地打上一仗。陛下不要着急，如果此计成功，那您的理想瞬间就会实现的。走。长老好。哎，无忧和大锤呢？啊，无忧和大锤他们去出使吉沙国了。吉沙国？他们的国王过生日，死活要无忧参加。他过生日干嘛非得叫无忧去啊？理由一大堆，看在上回借粮的情分上，陛下没有拒绝，就派他们去了。哦，对岸情况怎么样？似乎他们已经集结完毕，但没有渡河的迹象。有报告说不久前有队胡蜂离开了。胡蜂不渡河，出动胡蜂干什么？公主，咱们是不是慢点啊？又不是你在飞，再快也没用。怎么了？今天不是宴会的日子，我们去早了也是等着。我们就去跟他说个生日快乐就回来。那也太不合适了吧，毕竟我们是代表国家来的，太草率了会惹麻烦的。可是他们能找什么麻烦呢？可不能这么说，如果上次旱灾没有击杀国的话，我们也很危险的。嗯，你说的对，大牛，我们歇会儿吧。嗯。你说的对，早到了还麻烦，还得陪笑脸。别忘了，你现在可是大外交官。我现在真的体会到母亲和长老的辛苦，其实我根本就不想当什么皇后，只是希望大家都能快快乐乐地生活下去。哎，也不知道和黑风国的战争什么时候结束。这还不是让人最担心的。大牛，咱们准备走吧，我们慢慢飞。喂，前面是什么？好像有什么东西，看不清。现在在什么地方？应该是黑风国和吉沙国交界处。他们好像停在空中没有动。是胡蜂。怎么会在这儿？躲一下吧，我们还有正事儿。你不是说去早了有麻烦吧？正好练习练习魔法。嗨，大牛，准备。好。哈哈，好大胆的无忧啊。黑风。小丫头，好久不见了。你不是在流星河吗？没想到我会在这儿等着吧。我们可能上当了，有黑风在不好对付，我们得先躲躲。大牛，我们走。怎么还有埋伏？还想逃？这回为了抓你，我不惜用军队迷惑天意那帮家伙，还求吉沙国那废物国王。我花了这么大的力气，休想逃走。哼，那就看你到底有没有本事了。不能硬拼，他们有备而来。大锤，你和大牛快逃走，我来吸引他们的注意力。我是保护你的，你和阿牛走。你们商量什么呢？说晚饭的事儿呢。晚饭我请了。我会用魔法保护自己，快通知长老他们。不行，听我的，快走。好吧，快点来吧。黑风，你要是能打赢我，我就跟你走。那就来吧。怎么回事？大锤，你带大牛赶快走。无忧。啊！
小心呐！谁也走不了！啊！来得好！一起逃吧！我来挡着，你跟大牛快走！走，大牛！怎么样，黑风？看来你的晚餐我去不了了。要是没有别的事情，我就告辞了。我还得参加别人的生日宴会呢。今天要是抓不住你，我就不是黑风。来吧！累了吧，黑风？几天不见，法力变强了，别得意。这又耍的什么花样？你走不了。看你往哪儿跑！还跑得了吗？我们回荣耀树还是流星河？长老和君宝都在流星河，我们去找他们。好吧。不用费力气了，没用的。你不会得逞的。还嘴硬，本来想抓你回去，不过想明白了，死的比活的让我更踏实。去死吧！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？不好了！大锤，你怎么回来了？长老，无忧他……什么？无忧他怎么了？无忧现在很危险。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快说！出使击杀国是黑风和击杀国下的圈套，黑风带人埋伏在中途，无忧让我回来报信，他和黑风他们打起来了。这是什么？这又是什么情况啊？